天是吧？打老板脸了，好爽啊！这种打脸节奏真是太爽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要抢，不要告诉天王。其实我心里有点乐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，太爽了！哎，同学们，走过鱼丸，这个是吧？你们梦寐以求的做老板的脸，终于让我看到了，好爽！然后偷着乐一下，偷着乐一下，然后就想偷着乐，哎呀！好，想一下，这下面那把在打什么呢？你们想看那个？要不我跟大家打一个水友的 FFA 吧，打一把水友的 FFA 我就下了。来，电信自由一 FFA 走起，1.26的版本啊，走。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 happy happy。哇，你简直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开心！刚才我第一把是一个翻盘，第二把其实在中间的时候，我怕我守不住了，我把他力气秒的时候，就知道我赢了，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失误就搞定了。刚才我赢了啊，自信啊！我吹点风扇，咱们打热了已经。没有密码的，没有密码的。你们到了的话，那个 ID 改成 TED TV 吧。ID 全部改成 TED TV 啊！我们来打个 FFA，FFA 的话不是人太多，我要建一个那种图特别小的，然后紧锣密鼓的不停在打架的那种大家看着好看一点。这个雪地这个。雪地的六人图算了，我要建个八人图，六人图太少了感觉。八人图的应该还不错。这饥寒交迫的人民。哦，这个图吧，哦不，这个图有点大，我要找那种，哎，其实还好，其实这个图吧，这个图没打过，那个我想呀。随机种族，然后我们不随机英雄，好吧？随机种族这样的话，那个可以正常的发展。来，同学们，走起！哇哦，你们这个有点熊。哎，那个 TED TV 那个名字改成一样的呀，同学们，不然的话那个很容易被认出来。打那个 FFA 的话，还是要讲究 ID 要一模一样的，这样他玩得欢乐一点。后面那两个同学不对的。好，前面几个同学是很对的，不，我们打 FFA，我们各顾各，是吧？来，Go！其实我最近好想说那句话，Go 音档，我 Go 音档特别逗。这个是在腾讯对战平台的，平时的话我们都是腾讯的这儿。好，摩拳擦掌，Let's go！好，这是我们水友的一个 FFA。看 TED TV 不光要看专业的知识，学习专业的技巧，最关键是我们要跟大家各种玩互动的一个东西，这样全民参与才是最好玩的。像刚才是吧，打赢天王，我心里还是很爽的。其实这就是人民的力量。如果你们不在的话，我给我10个雄心豹子胆，我都不敢赢。但是呢，你们一在，我要给天王说，是吧？我粉丝要我赢你啊，这不得不赢啊，是吧？好，这一把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出现这个点，还可以。FFA 的话，打法有很多，之前你们见过我什么跳科技，然后玩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非主流。而这一把的话，我给你们展现一把真正的男人应该是怎么打这个的。好，同学们，还是老样子啊。不准爆点，不准亏屏，然后我们就好好的享受于 FFA 这么刺激的一个游戏里面。OK，这里特短有点多，你叫谁呀？这里一共有7个特短，有一个是特逗，是吧？不要认错人了哟，小伙子们。刚才你们这个脑子肯定是在想这里有8个，但是我想说，这是假的，我们叫特逗。
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一个笑话，趁现在人多。有一次，我老妈你知道吧？我老妈同事的一个儿子，估计就小学生，真的是小学生。不是我跟 Miss 经常那个会有那个微博的互动嘛？那个小学生跑到我妈那儿去说啥？他说你是不是特短他妈，把我妈给笑得不行。然后我妈说，我妈就是是啊，这是属于小学生问你，你只能强行答应的。好，关键在后面。那个小学生很认真的对我妈说了一句："你家特短是不是在追我家 Miss？" 我当时听我妈妈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就没办法接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妈去给那个小孩子说："我是结婚了的，我是已婚人士。"我这要说小孩子的那个遐想力的空间真的是有点无穷无尽的。我这个是真人真事儿，不骗你们。我觉得也只有小学生敢说这种话，你要来一个成年人说这种话的，我觉得有点不现实。看一下啊，我这一把可以说打 FFA，咱们要玩一些比较凶的一些战术。哇，这个地团那么远，我打 FFA 一来，先要把你旁边的水友给 A 出去，这样的话你能多开一边矿。好，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石头人儿，算石头人不惹，石头哥他好偷啊！你再见了，同学，你这个太偷了。Ted TV 固然偷，但是也不能像你那么偷啊！你这是偷鸡之王啊！你来鸡中之霸！哎，你别急呀，鸡中之霸不是后面两个字的，好吧？太色情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色情也是因为有人带，而这个带我的人，你们都懂的。有的时候冷笑三声，大家都懂。哎呦，这家 UD 会玩了，不能快速把他给灭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分析战力有两种分析方法，一种就是建筑的一个摆放，另外一种就是对于战局的一个随机应变。而这个同学的话，他对战局的一个随机应变是做的还不错的，所以说我敢肯定他是属于会玩的那种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妈呀，这毒怪呀、啊，毒怪连着好伤啊！你们知道吗？毒怪的攻击比那个进化怪的攻击高，这个估计很多人不知道。这里是21到29，哦不对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这个话，好吧？哎哎哎哎哎，哥！哎呀！这野怪天然围杀呀，好屌！我操呢！哎呀，我没漂亮的十字围杀到，算了，忍了，放他一马。哇，这个同学绝对会玩的，还会卡位的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他还是水友的话。这水友也是实力有点爆炸的。哦，这个怪要练吧，练吧，练吧。反正我是不要脸，不要皮，强练再说。我是喜欢先上车后补票的那种。哦，我养毛的疼。我跟你们说，打 FFA 你很难把人家给灭了，你知道吧？特别难灭的。包个好东西啊，我去，你什么破烂玩意儿啊？多巴多巴，赶紧卖了吧！好、哦，我没打你哥，你要惹我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好惹的，我是有背景的人，你这么搞我不合适的。啊！妈，这毒怪太疼了，打我！这毒怪是真的疼。
我去。我想想我旁边这个同学在干嘛。我打 FF 这个东西不能乱卖的，乱卖一会儿很伤。你看一下，漂亮漂亮，我来了，就这个节奏，就这个 feel。 哎，他哪打了个大无敌，哥们儿，你在哪偷了一个大无敌？这个玩意儿还是挺值钱的呀。我去，还是两个大无敌，妈呀，他哪儿打的呀？我简直是不敢相信。完了，我就要出事儿了。别跳，别跳是吧？漂亮，漂亮！这一个暴击简直是无情。你跑得了一个，你跑得了两个吗？哎呀，看我这小操作，简直犀利的。就说这一波操作给几分？太厉害了。有的时候咱们是玩细节的选手，那、不出这个，先出这个吧。我看我这健身跟疯狗一样，这里面还加十二名的呀，这是。这一波赚大了。好，我旁边的已经是打差不多了，隔壁的那些小同学的话。是吧，应该还在不停的纠结，不停的奋战。我悄悄摸摸的，看一下深，好，这是基地 ，DK 在那里面，他不出来了。哦，不合适吧？路那么远，你何必来搞我呢？哎，世界那么大，你这么搞我不合适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好，有机会，我们要抓到任何一波机会就直接上去干。哎呀，他再多停留一秒就可以把他杀了。哦，啊，好慌啊！刚才那个同学，他用了一些比较损的招，空飞艇空投我，赶紧先把这个升，这个升了保个险起个剑。现在得第一时间把他给搞死吧，那家。你又来了啊！
哎，不合适吧？我去，我感觉麻，我被个人来打呀！这里面也好惨，我这种局又来呀，我还真得用小威复活呀。哎呦我去，同学们你们别这样搞我呀，搞我不合适啊。现在我得先统一北方，然后再考虑南下，顺序不能乱，乱了我就要输。毕竟我还是想统一全国的。哥们儿啥意思嘛？我跟你说，你这群部队全部把你吃了，我要把你这群部队全部吃了，我跟你说，太跳了。这部队我吃定了，这部队我吃定了呀。你妹呀，哪儿都在搞我是吧？不过还好还好。装了插枪跑，装了插枪跑，都说了你啥部队都给你吃完，好漂亮。他说矿掉了一个，好矿掉了一个，掉了一个吧，先稳住，先稳住，咱们局势要先保持住，保持住了局势，这个游戏才可以玩。好，刚才那一波 A 完了以后，我觉得我没兵了呀，我现在好需要养一会儿。我在我隔壁那家没成型之前赶紧去把他 A 了。哦，冰龙营赶紧的，这个必须要 A 了。哦，毁灭怎么的哟，下来。哇，谁显示了？还有右下角的那个同学被显示了。过来，干！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那么丧心病狂。
我就说向前冲，你胆子大，我胆子是最大的那个。哎呦喂！完了完了，出事儿了！这里没有负面受敌呀、这个装了叉你别跑了呀！先 A 死了再说。哇，显示了两家了已经，看来这外面的世界打的还是挺凶的呀。你敢信？这外面的世界可一直在战斗啊，我还以为就我这儿在战斗呢。好，我还是要把他 A 出去，不 A 出去我这就属于那个诸葛亮当年平南蛮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先得把他平了，你后方才能去北伐，不然的话你根本玩不动的。好，先来一波。我冰龙有了，还、还好还，冰龙这个东西现在还早。哎呦，你不是吧？带主播慌，把藤甲兵啊都跑出来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他妈 A 不下来这个。哎呀，我去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真的是南蛮之地，好难收复啊！这个地方真的好难收复啊，怎么搞啊？我都没钱了，完了，我感觉我感觉我要被穷死了，说实话。算了，我那家还是不去攻城了，我要慢慢的把我的视野给开拓了。啊，还是得造猎头啊。说实话，现在这种局应该是这么打，我先把这个矿给稳住，稳住了以后然后再考虑其他的，矿不稳根本打不过的，因为我这主矿已经快爆了呀。我觉得里面还偷着一个小时生，还是得要巫医这些，巫医这些性价比还挺高的，特别你要打进攻战的。你看这一家伙全是塔，这种东西我只能拿头车来冲，拿头车冲的话又不合适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看懂了你要玩啥了。你的一举一动我已经了若指掌。好，我先不动了，先不动。好，我先把他给饿死，先把我的南蛮之地给收复回来了。现在让他臣服于我，然后我们再考虑其他的。
还是得绕这边。还有这矿都塌了，这也太惨了，矿都塌了。我现在不敢轻举妄动的，我怕这是吧？魏国来打我，然后蛮夷之地捅我菊花，所以我得先把他给饿死。饿死了以后再说。我这打得有多怂，把他矿应该爆了。矿爆了，看他憋些什么兵刃。别去打我呀，打我干嘛呀？不是吧，你还有那么多兵儿？这一波有点慌。实话实说，这一把这里一波还不好输。他东西有点多。什么鬼呀？你们那个群雄讨伐我也不科学呀、啊！先打右上啊，还用问呢、啊？我靠！我觉得这一波好难。先去把它调戏出来吧，我觉得。耶，人儿呢？啊，我现在得一加一下灭、啊。哇！什么鬼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完了，简直牛死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不科学，你们怎么打？我这个太不科学了！哎呦我去！我连南蛮我都收拾不了，我操！我这个配兵有问题，我感觉是我的配兵有问题，我对攻太弱了，牛头造多了。我一国天，我一统天下的大霸业就这么再见了。我的妹呀、啊！这冰龙好强啊，这个！啊，我真的是出错了，我牛头应该早点换了，我。对对对，不，我要么就猎头多造一点防空啊，不然防不了空啊，这个。对，三法那个牛头真的没用，牛头一点都没用的。好，我这准备统一天下的时候，突然被人家给将军了，好郁闷。好，再来一把的话，想要玩点好玩。